大家好，什么时间玩全民车上？好，今天终于来了，月神背包登场啦！就够直接，可以去买一下。来，全新的月神背包哈，中秋团圆的一个背包。好，这边是工会收人哦，欢迎加入我的工会。我先踢一下人。我刚才是不是踢错人了？这边搜寻我的名字。好，目前工会在第38名的位置，你可以赶快进来。还有一个。什么叫该模式不可关闸？水晶也可以实现，也不错。我们跟他双排。就你可以设定你的一些音量，我先调低一点。团队作战了。一开始不能去。怎么样啊？碎了。躲在这边就知道了。屁的，这样也死。我天哪，我好猛啊！可是我觉得我的手应该要放高一点。我操！终极是什么什么什么鬼的？跳给他射这样。后面有一个人，先躲在这里。给他治病的一击，没招、哦！靠，他剩二成血，不过觉得好爽啊！出去送头的摩克斯吗？来呀！哦，血！我爽！我好爽哦！跑在他脸上射他，就觉得很爽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我们从中路了。不知道他们无敌时间太长了。在我后面，谁啦？哦，血！我在你后面。野妹子，我在你后面呢、啊，被俩包啊！好，就包这个喜欢，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做一个重点复习啊，月神背包中秋团圆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商品哈。
那这个商品要怎么去拿呢？欸，为什么没有人密我？等一下，又是。好，这个累计储值哦，2000，可以取得全新的背包。取的话就是你要储值。什么中秋特点 AWP 啊？好啦，记得帮我点个喜欢，可以订阅。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结束了，拜拜。欸，我升等了耶，太好练了。